大家好，今天在集市上面买了一个猪肺，这个猪肺在我们这边挺便宜的，4块钱一个。如果没人要的话，这个猪肺他们就会扔掉的。今天买来给我家狗吃，给它补补奶。这个猪肺在我们这边很少人吃的。这个猪肺切一下，这猪肺要煮一下，煮熟了给狗吃。这一个猪肺挺多的，这么多。现在煮的差不多了，加一点点盐进去。现在把这个猪肺捞起来，装在这个盆里面。会打架呀！这不行啊，他们放在一起，他们吃会打架，先分开。这个有点烫。这乐乐不吃啊，他宁愿趴在这边等车，我要把它拴起来。这还是给我家母子。